为配合政府发展智慧城市的方向，致力打造智慧工地，以提升建造业的效率及可持续发展。协兴建筑推出具备智能输入功能的手机沟通平台协兴工地通 Hip Hing Connect， 工友只要利用相机将证件拍照，就可以将工友资料数码化和系统化，以建立协兴地盘工友的大数据。这些大数据更加可以同时应用在所有协兴地盘，优化安全管理，提升效率，实践智慧工地。协兴工地通除了可以准确输入工友个人资料之外，更加帮助推动环保，同时提升生产力。在环保方面，因为资料数码化，一年所节省到的纸张足足有200,000张，相等于900吨碳排放。而生产力方面，因为不用人手处理资料和复印的时间，大大节省每年6000工时。而且工友往后都不需要再填表格，他们只需登记一次就可以进入协兴任何一个地盘。分判商透过协兴工地通，方便、简单、清晰地执行几个步骤，就可以邀请及确认受聘工友。另外，系统设有信息功能，方便工友接收即时资讯。工友亦可透过信息及相片功能同管理层互动沟通。在证件到期日前3个月，系统亦会自动透过信息提醒工友办理更新手续。协兴工地通更加可以协助推行工地安全文化，平台可以记录工友的疫苗针卡及安全训练记录等，并连接出入闸系统使用。透过以上联系，建立一个全新安全奖赏计划和个人安全扣分制度，提升工友安全意识。协兴工地通善用科技，将工地数码化、人性化、智慧化，持续有效地管理工友的资料及推动安全，协助建造业创造可持续发展。